大家好，我是主管。曹继堂，好啊好。好，谢谢各位粉丝。今天头发怎么是蓝色的呢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团啊，对，团啊的 logo 对是蓝色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所以就特别。就染蓝色。你以为只有蓝色？你以为只有你会巴结华纳？这种东西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？我不用巴结华纳。也对，那我需要啊，对不对？谁？你以为只有你会染头发，对不对？最近老是要出来，到处都各种颜色，所以我们要跟你东施效颦一下。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蓝胶了啊，就是。哎，所以你现在是到哪里就会针对不同的。活动染不同颜色是吗？因为你最近真的好喜欢变头发颜色。没有，大概已经决定有蓝色，就之后都蓝色。确定，搞不好。好，这是老肖最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！期待你早日代言悠游卡，会有四种颜色在头上，一定会很精彩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一个重点叫念旧，因为老肖在上一次发片的时候，许多人都很关心到底花落谁家。因为不管你的实力、魅力或者是能力，都是许多唱片业非常求才若渴的一位天王。但是最后你还是决定在今天正式跟大家宣布，跟华纳对，请分享一下合作。对，其实我上次就讲了嘛，对啊，我就是一个没什么问题，我。不太会改变我的生活习惯，是，或者是我的想法跟我的决定，最初的决定。那然后我们一直以来八年还九年到现在是在，我们合作非常愉快，然后也彼此也共同创造对 ，OK， 创造很多很好的一些回忆，跟作品。对，然后都很多朋友，今天来的朋友都见证很多很多过程，所以希望这个九年、八年、九年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延续下一个八年、九年、十年这样。呀，没错，这就是老肖的态度。其实上次在发片的时候，大家在问的过程里面，老肖就一直提到念旧这两个字。对，老肖在生活上或工作上，不管是对于身边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工作伙伴，都相当的念旧。比如说，你还记得当年你第一次签华纳，因为这是八年里面第三次签约了嘛，哈。回头想，第一次签华纳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在远东饭店。对，好，华纳第一次签你 ，OK， 好，也是在远东饭店，你记得吗？我其实不太记得，不是，因为我对地方我不是很熟悉，是，但是就是在这里啊，哇，就是我还唱了一句歌，然后走进来的那，是不是？好像我其实是不是？因为你们可能会对不对？我们刚刚稍微想一下都想不起来，对，好像是哈，没有错，是吧？好像他唱什么歌，你们记得？我穿。不是 It's my life 不是帮周明的第二次，那是哪一首？我们来重建 Don't wanna close my eyes 世界末日主题曲，好像是吧？是吗？忘了 I don't wanna miss a thing 是这首吗？对，再两句Don't wanna close my eyes Don't wanna close my eyes Cause I miss you And I don't wanna miss the thing. Yeah. 回到八年前，老肖再一次要再续约华纳，恭喜啊！这是最好的最佳的伙伴。当然，念旧的概念里面，除了饭店啊华纳之外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面摊，我们今天也把它搬来了。刚刚你也跟他打了招呼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常常听到你在讲，对他们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啊？不会啊，他要做生意。他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我们要叫就要叫礼拜一，因为他们礼拜一休息。哦，对吧？这样他们还可以多赚一点。了解，因为他来我们也是有付他钱啊。是啊，但是人家 对不对？他那一坨就空了，那边就空。没有了，我没有付他包他整个下午的钱。哦，对啊。我就怕你们打扰人家。不会的，他很开心来这里吹冷气，远东冷气最强了，开玩笑。全台北饭店第一名的，对，好，还有很多念旧的概念呢、啊，也谢谢你每一次都找我做主持人，这也是一种念旧的概念。不是这样，是因为你可以帮我很多的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该谈一下价钱的事情。你让我很轻松，来跟他们。哦，好，大家谈了。
好了，接下来重点了啊、哦！我们待会会在这个华丽的舞台，你也看到好大的喜帖啊、哦！我们要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仪式，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你们合作愉快，迈向未来更辉煌的八年。今天不只是山哥到了，我们还有一位大长官是特别来给你支持哈、哦。好，各位，让我们欢迎的就是华纳音乐亚洲办事处亚洲区总裁 Warner Music Asia President Asia Simon Robson， please come on stage， 谢谢，我们欢迎 Simon。谢谢 Simon 今天特别啊远道而来，跟一同创造的奇迹，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，非常的骄傲与荣幸。大纲大概是这样，对。But you are the winner because you have blue eyes。他的瞳孔是蓝色的，他才是真正华纳魂。我们再怎么样都是表象。来，还是请专业的翻译一下，谢谢。但也不用翻太长，差不多就好。其实静恒已经讲了全部了，就是说从2008年。就是华纳跟金能合作开始，他从台湾发光，然后现在到中国的非常的厉害，那华纳非常荣幸能够继续跟他合作，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好的合作机会。谢谢这我也会嘛，你想一下，所以接下来很开心，很兴奋的想要让大家赶快看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创造给大家的作品，创造的奇迹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啊。